太公平哈、啊！我挑战成功，证明直播间的哥们，这个不能拿你拿来开玩笑，看吧，上面这个老青龙在上面，哎，别急别慌，这个是不开玩笑的，哥们，这个是，来，哥们，这里又有一条，还是那条，对，还是那条，前面在上面还是那条，来，别急别慌，这里，哥们，马炮，给要给云溪毫无点的观众，哥们，给公屏刷小星星，刷棒棒糖点的观众，哥们，证明。不管你是喜欢我的，证明刚才哈，直播间的哥哥姐们、叔叔阿姨们都会顺顺利利、平平安安的哈。来，祝福不行，我就变诅咒了。来，来，哥姐们，来，你们说抓到没有，哥们？抓到一点点就把它拿出来，看到没有？他还要扯草，走。哇，这个气质拿捏的死的，单手。大家看一下，它是死的。哦，你看，你看。哇，水啪啦啪一下。你今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抓不稳，你看。我今晚。哦吼。在这里，哥哥，在这里。你直接抓住它的。随便抓住他哪里就起来了嘛！上货，各位们，给公屏刷小心心的，点点关注，刷小心心的，交朋友的刷小心心，哥们连起来，给云霄五点点关注，哥们给公屏连起来刷小心心的，点点关注，哥们来继续，觉得老弟的技术可以的打个一，觉得弟弟我的技术可以的打个一，哥们给公屏刷礼物的点点关注，觉得弟弟的技术可以的打个一，来别急别慌哈，哥们。今天晚上就是特意来这个水深的地方给大家搞的，来别急别慌，我走上面来，这个草下面来，来好好找这里面，哥们，这种草坑坑里面才有大货，来哥们，你们说那里是不是个鳝鱼洞？那里是不是个鳝鱼洞？哥们看到没有？但是好像不像，哦，不是不是。不是，哥们，这里才是个鳝鱼洞哦，哥们，给大家看清楚。冒泡，能不能看到？泡泡鳝，小时候抓过泡泡鳝的，哥们打个一。咱们给公屏啊，看看收获。等我把这条鳝鱼抓起来，给大家看收获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打个好。看，你们说这是不是要泡泡鳝？小时候钓过泡泡鳝吗？等一下啊，看收获好不好？我把这条鳝鱼抓起来，给大家看收获好不好？哥们，好的，打个好，给云溪好物点点关注。我把这条鳝鱼抓起来，给大家。看货，好的哥姐们打个好，直播间的哥姐们有没有500个打好？看到没有？这种鳝鱼，看到没有，哥们，不是吹，我先拿根棍子把它逗出来，再抓它，只要它敢冒泡，轻轻的哈，只要它在这个洞洞里面敢冒泡，我就敢有把握，模仿小鱼小虾。看一下他，来，我的个去啊！你们都抓到没有，哥们？抓到打个抓到了，抓到了没有，哥们？抓到打个抓到。来，哥们，给你们看一下，什么叫做真实的鳝鱼？看到没，哥们？我说的，哥们，看，牛逼的打个牛逼，哥们。来，前面拿下来给他看货，我洗一下把鳝鱼。来，看到没，哥们？看到没？死的，尾巴会。哟，上货，你还想跑？来，2斤。报货。有没有2斤？报货了。来，哥们，给大家看货。报货了。报货没有？报货了。看到没？只要他敢冒泡，我下手狠。牛逼，弟弟我牛逼吗？哥们牛逼的，哥们给公屏刷棒棒糖的点过，感谢阳光医生大哥送来的墨镜。有没有爆户？算不算爆户？爆户了。算不算爆户？肯定算爆户，算爆户。算不算？这里还有条，前面看吧，这里还有条，这里还有个洞，哥你们，看到没？老强洞。来，别急别慌，看了哈，有5-60斤了，我们继续
左手拿手机啊，哥们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没有下水，看到没有？来，哥们，给供。弟弟，我今天晚上就想完成一下这个棒棒糖的心愿单，不知道能不能完成，哥们，咱们给供。这样吧，哥们，你们愿意助我一臂之力的哥们，打个也好，打个好。愿意助我一臂之力的哥们，打个好。看高兴了的哥们，打个好。咱们给公屏刷棒棒糖的点点关注，哥们，好不好？哥们，交个朋友，点点关注。刷棒棒糖的也回个关，好不好？哥们，刷棒棒糖也回个关，好不好的？哥们，打个好。给公屏刷棒棒糖的点点关注，哥们，感谢你们了。咱们给公屏刷棒棒糖的点点关注，给雨芬点点关注，满公屏都是好心。来，哥们，这里你看，只要说来，别急别慌哈，我来抖他一下，抖一下，轻轻模仿。来，哥们，你们抓到没有？一下子冻在这里，看哥们，哇，这力气好大，哥们，你看，别动，别动，看哥们，我是如何把它抓起来的？掐着头，只掐头，他以为是我手是蚯蚓，看了没？周围有没有人？看清楚，哥们，有没有人？别动，对，来，夹得太紧了，铁妹，来，手啊！你们，你看是死还是活的？牛逼的哥们，给公屏刷棒棒糖的点点关注，谢谢哥姐们。公屏刷小星星的都是交朋友的哥们，看到没有？哥们，这条虽然说是小，但是力道还可以。哥姐们，看到没有？哥们，他敢冒泡，我就敢抓他。觉得老弟这个技术可以的哥们，给公屏刷棒棒糖的点点关注。我就想完成，给公屏刷小星星的一点点关注，好不好？给云仙好物点点关注，好不好？哥姐们，别的就不说了，来比个赞，来，单手厉害，可以，两个手干的活让你单手给干了。谢谢阳光医生大哥送的墨镜。哥姐们喜欢看我哥哥抠的，公屏上扣个小一。来，别急，来别急，别急别慌啊。哦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哥们，来，这里，哥们，来，没有地龙，没有线，看到没，哥们？哎呦，好多蚊虫，好多虫哦！等一下，嗯，那么多虫，饶了，饶我！上货，好多蚊虫，刚才不喊说话，上货。哥哥姐姐们，欢迎我菠菜来，大哥来直播间。哥姐们给发红包的999，这里有个大哥点点关注，给菠菜大哥点点关注。这里没关注甜妹的哥姐们关注一下，每晚9点雨不要不怕出去找他回家路了，哥们，来，别急别慌，好好找，好好看。我估计这个草下面大货，来，别急别慌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草下面，这是不是有个？来，哥们，这里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，给饭店大哥点点关注啊！谢饭店大哥送墨镜，来，看到没？这是有个小要出气孔，这下面洞老大了，这是，哇，一只手轻轻松松进去，哥们，就看你们说抓还是不抓了，哥们，抓的打个抓，哥们，这种抓的话，别急。还是老规矩，下一点来啊，跪着来，冒泡，看到没？哥们还在冒泡，别急别慌，这个别惊动它了，惊动它就完了，完了，我点一下，来，我的个去，来，你敢出来，你敢动，我就敢抓你。来，给公屏刷小心心的点点关注，刷小心心都是交朋友的点点关注啊，哥们，来，看到没有，哥姐们来。上货，看了没，哥们，直接掐着他脖子都给他抓红了，来，哥们，上货，全一把你扣出来的，哥们，来，哎呦，啊，稳了，飘飘，来继续，哥们，现在是22:50。这样吧，哥姐们，我福袋也没给大家发，
这样吧，我就问一下客服在不在，在直接上啊，客服，客服在不在？来，直接上，客服，来，哥姐们，我就别急别慌，走那边去看一下，走，哥姐们，别急别慌，哥们，第一次来的啊，不是第一次，直播间的哥姐们在的打个赞，今天晚上福袋没给大家发。今天福袋没有给大家发，我给大家搞个福利，在的哥们打个赞，就是说福袋发了你们抢不到，今天弟弟给大家搞个福利，直接2块钱两双的纯棉袜子，外面一双的10多块的纯棉袜子，今天弟弟直播间给大家2块钱两双纯棉袜子，直接包邮送到家。如果说收到不是纯棉袜子，不是弟弟所说的袜子，你直接给我申请退款，或你留着2块钱两双，只给大家搞400单福利，哥们，好的打个好，2块钱两双的纯棉袜子，外面先下面随随便便10多块一双，今天2块钱两双，我还给你包，还给你包邮。来，好的打个好，哥们，别急别慌，哦，来，哎呦，这什么东西？还叫什么？来。好的打个好，统计一下哈，拼手速哈，只有400单，哥们，只有400单，拼手速，3、2、1，客服直接上轿，400单，把没有付款的踢掉就行了，收到不满意不好用啊，收到不满意不好用，不是纯棉袜子假一赔三，收到不满不合你的意，直接申请退款，或你留着纯棉袜子颜色随机，只给大家上400单，已经上架了。下面购物车在这里，拼手速，电话地址姓名小。感谢哥姐们，我不给大家发福袋，我给大家发这个袜子福利，2块钱两双的袜子，哥姐们，2块钱两双的袜子，哥姐们，包邮送到家，收到不满意不好用，都支持7.5元退款。纯棉袜子收到不是弟弟说的，直接申请退款，货你留着。来，别急，哇，来别急别慌，哥们，这里。是个什么东西？青蛙，来，哥们，这里，看到吧，这里又发现一个山洞，来，这里又发现一个山洞，没了吗？没了就没了。客服清一下库存，没有付款的，直接踢掉，没付款的直接踢掉，来，摸到了已经，来，再掐它，没付款的直接踢掉，只有400单号拼手速，哥你们哈。只有400单拼手速，哥们，来上货，看着吗，哥们，上货，牛逼的哥们，打个牛逼！前面都累了，哎，别来。